来，壮汉把他架过来，你给我架过来，赶紧你了啊，架过来。啥玩意儿？你瞎子！别老乱跑，你别老乱跑，我跟你说。这啥看见没？啥？蛋糕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吃，别想贿赂我。谁说给你吃了？我是说，这是一个蛋糕，一个生日蛋糕。嗯，我不吃，你我不吃，你整死我吧！什么？什么整死？你给我坐好了。你坐好了，你听我好好跟你从头跟你说哈。这是一个生日蛋糕。哎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什么日子？是你什么？是你撒花的日子。我跟你什么撒花的日子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听明白没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明白不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赵刚子，亏了有这个蛋糕，要不然都说不清啊。对，明白了不？这就是证据。太明白了。哎呀，还亏了有蛋糕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。哎呀，幸亏有这个蛋糕啊，要不然还没得说了呢。那个赵副经理，麻烦我问一下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物业员工管理条例的第十一条上面是怎么写的？热爱生活，爱护业主。哎，我明白了，看出来你爱业主了啊！我说的是第十一条，不是第一条啊。第十一条是不能吃拿卡扣业主的东西。算了，这是啥呀？他没吃啊。你别解释，我就问你这是啥？这个是个蛋糕。这咋横豆面都没了？来，谁吃的？我吃的。啥味儿？奶油味的。好吃不？还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谁还在这上杵着呢？啊！天哪，赵副经理，你什么时候登上去的？你啊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此时此刻你什么心情？我羞愧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。今天我是抓现行了，来吧，拍照吧，来吧。拍什么照？你啥道歉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哈，你别着急。我跟你说，他真没吃这蛋糕，这蛋糕是我买的。我买完蛋糕，我一看，我一闻这味儿，我说蛋糕卖的不太新鲜的，奶油是不是坏了呢？我就端这了。我赵刚子，你帮我尝尝是不是坏了？我就让他，哎，我觉得其实有点坏，要不你也尝尝？对，是他说的是真实。让我尝尝。他说这坏，让我尝尝。这你也尝尝。让我尝尝。你尝尝。你大点口。那就别想贿赂我。哎呦我的妈！想用蛋糕堵住我的嘴，是不是？不可能。别解释了，我都明白。你们两个人不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吗？一看物业办公室挺好的环境，是不是？拎着蛋糕过来，两个人偷偷的约会来了，是不是？别解释，别编了。说啥呢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就这么简单点事儿，给他过个生日，在物业又没有外人。对，刚子。完了。刚子。这是没外人啊，人家没人来了。别想。哎，刚子呀。别想。刚子。这气氛怎么这么尴尬呢？怎么的了？我一来卡住了。你这还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别去，咋解释？这没事瞎挨着的，挨什么挨？哎，刚子，过来，咋回事啊？那个媳妇儿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犯错误。犯啥错误了？咱们物业有规定，第十一条不能吃拿卡要业主的东西。我刚才吃了人家蛋糕了，吃了多少啊？你看，吃了一个横断面。哎呀，我妈呀，这也叫吃啊？这要是我吃，只能给下剩下一个横断面。不是啊，再停一下，不是话题唠错了吧？没说蛋糕的事儿啊，赵副经理要注意蛋糕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动作，咔咔的在那取暖那个事儿。什么取暖？哎，瞎说！刚子，什么取暖？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啥动作呀？咋的了？还取什么？咋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，情况是这样。刚才呀，就是那个
我不过生日嘛、啊、大美给我送了个蛋糕，吃完蛋糕以后呢，大美说要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就抱了一下，祝福的。抱了多长时间呢？抱了 一瞬间。一瞬间是多长时间呢？弹指，弹指一瞬间。弹你抱抱了，我抱了，抱了，是抱了，抱了，是抱了，到底抱没抱啊？抱了，抱了，你缺心眼儿，抱什么抱？我现在越矜持，对你的婚姻越稳定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咬死不承认，我就没事了。你是没事了，我摊上事儿了。干什么？你不说瞎话啊？哎呀，你嗨呀个屁呀、啊！你在这玩嗨呀？刚子，过来，到底咋回事？我跟你说实话。大美没啥事儿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，我过生日，她给我送了个蛋糕。吃完蛋糕以后，大美说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她说生日快乐。我说谢谢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抱没抱？大嫂，看着办，俩人反正是抱了，你看着办。赵刚子，你知道人家为什么抱你吗？不知道。这对你工作的认可吗？在咱们这个小区啊，男女老少。猫啊狗啊，哪个没抱过你？啊？是。再有，身为物业副经理的太太，就要有一个宽大的胸怀，要有一个像大海一样的胸襟。大米啊。咋了？说明啥？说明人家是合法的呗。那个，哎，就差不多得了，街坊邻居都在这呢，松手吧。不是我松手了，你嫂子把我锁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嫂子解锁吧。啊、这都是误会啊！这今天好日子，来，我切蛋糕，你们一家三口吃的。说什么一家三口？胡说八道。咱们一家四口，不是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对，切蛋糕来，来，丫，不对，啥意思啊？送蛋糕就送蛋糕啊，这怎么里面还有100块钱呢？收钱这可就责任大了啊！大美呀、啊，你这可就不对了啊！你送个蛋糕这是情义，你给我放什么钱呢？你放钱不就摊上事儿了吗？拿走，收起来。这不是我放的。啊？干什么玩意？咋的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过生日你随什么礼？你随什么礼、啊、跟着起什么哄？干什么玩意？对，我收起来。我不应该搞这啥玩意。那行，搞这收起来。那这100块钱我就收拾了。你干这天，你给我拿出来。啥呀？就是你的，给我。啊，你的。这钱呢是我放在这袋里的。为啥呀？这大美啊，为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，知道是你生日啊，就给你买的蛋糕、啊、我说不行，刚子不能收。她说你放心，我有招让她收。然后我就把这100块钱放袋里了。哎呀，大美，这钱你得拿着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不，心意我们领了，必须拿着、啊、大美必须，这钱必须收下。嗯，听见没？这是规矩啊，咱这是做人的底线，可不能把这事那什么了。收起来、啊、赶紧吃蛋糕吧，这是我买的，咱家蛋糕。哎呀妈呀，蛋糕咱家的吧？对，来，每人一个横断面，来整它。来，我弄点纸啊。哎呦我这挺好吃啊。啊，对，哎，周副经理啊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，怎么的？毛病啊，这啊，什么毛病啊？蛋糕这个中间就留个小黑点，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哪儿呢？就这儿呢吗？你看哪儿呢？看看，来，还小脸儿。